里还卖羽绒服，那冬天穿的衣服。胡志明没有冬天，好像是给河内的人准备的。中国羽绒服，这很厚嘛，这是冬天穿的，冬天穿的衣服。胡志明没有冬天，应该去韩国人穿，中国人穿。那边全是羽绒服。卖羽绒服的。这个衣服很摸得很舒服。越南胡志明市很多的那个就是优衣库的工厂好像搬到越南那边，很多那个就是原产地是越南的，这边的衣服基本上都是越南 made in 越南。这个是 made in China， 是 China。 你看这个就是 made in 越南，很多中国的衣服我看很少，基本上都是越南制造。这个也是 made in，不知道，反正也是越南的。全是那个衣服 ，Uniqlo， 日本很大的品牌，非常大。我就下面看一下，这个楼的话有三层，全是 Uniqlo， 卖 Uniqlo 的衣服。这个二楼的话主要是卖童装的，优衣库童装嘛，和女士的衣服。这个是那个维斯帕，儿童专区，儿童。我们去一楼看一下，那边是女士卖女士的衣服，那结账，结账。去一楼看一下有没有，买一件衣服。Uniqlo 是越南和日本最大的那个时尚品牌，我也搞不清楚，反正很贵。这个也是 made in 越南，基本上都是越南产地，以前都是中国，从中国搬出来的。Made in 越南，基本上都是越南制造。店很大，很多的人，非常多的人。这是卖衣服的 ，Made in China， 这是 China。那女士优衣库的衣服都是用那个天然的原材料制作的，这有图。基本上深受越南年轻人的选择，比较时尚一点，比较便宜。这衣服比较便宜，Made in 越南，这也是越南制造的。这一件的话卖60-70-24万。
全是的，那个衬衫，全是衬衫。Uniqlo。You got me.